2022年1月16号，我现在在德化县。那今天晚上我会在德化，还有明天一天也会在德化。现在我们就在这家咖啡厅先坐一会儿，然后跟朋友聊下天。我们待会儿还会去别的地方逛一下。这里就是德化的万达。舞台后面还有几大袋，所有人往后退一步，不要站那么紧，因为我这个一丢它随便都有好几米，所有人往后退，不要担心拿不到。我说了，这些礼品都是送给大家的。我和领导说了，今天除了音像不送以外，舞台上的这些礼品，你只要你喜欢，你就站在舞台前方，等一下把你的小手举高，对，伸手让我看到，来，伸手示意。今天来到朋友的陶瓷店，叫汝道。我们先进去看一下。这家店是朋友新装修的。这是在德化万达商业街。好，我们先上去看一下。今天晚上我们住在德化，这边是一个双人间，然后这是一个挂衣服的地方，房间还挺大的，就楼下那个小妹给我们安排了一个大非常大的房间。然后这是电视机，这边是空调，还有一个这个桌子，然后这边呢是一个沙发，
这里呢就是茶台，可以泡茶，因为德化都是生产这种陶瓷的。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厕所吧，厕所就是这么小，然后我们这边有毛巾啊，一次性的这些洗浴用品，这边是马桶，然后洗澡间还蛮大的，这边有沐浴露跟洗发露，但是我们今天晚上就不会洗澡，我们就洗洗就睡了。然后这边可以看得到整个房间的情况，然后今天的情况今天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子了，我们等一下洗洗就睡了，因为明天还要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店的开业，然后呢还有一个柴窑的开窑，所以明天我们的行程也会非常的紧张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，这是在德化的第一个晚上，但是我们明天就会回泉州。好，那先这样，大家晚安。我手动把它拉起来的，然后再看看有没有另外一个。没有。窗帘开，窗帘关。你再关一下。不行。不行，因为那个是我的。关了，开了吧。我这景色挺漂亮的哈。嗯。不管是哪的，我缓缓进一下。那今天变天了。我穿过了。不是，我在想外面下雨，这个天。嗯。哎呀，我直接那个呀。我看一下，我查一下看见。我翻来覆去，你听到了是吧？我以为你睡，我看你没反应。你是这样的。嗯。然后，刷，我没看你，我不敢看你。我一个耳你打完，我们两个又可以聊起来，然后我就假装睡着。但是我有睡，但是我的睡是不是叫睡，我就没睡着，就其实眯着眼睛，其实脑子是清醒的。对，然后你不算叹气，也有点像叹气，反正就那个。不是，我头放在被子里面，闷了，我又伸个头睡，又好冷了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你还咳嗽。咳嗽是怎么回事哈？我告诉你，我什么时候情况？我不是感冒，是我这样穿过去了，被冷，哎，着凉了。对，我从小就这样，不是感冒的，所以我要把这个被子又搞冷，我又把头绑进去，那又闷了。是我就听到你，我虽然不敢动静，一动静两个就那个，然后一搭话又累了。啊，你的闹钟是响了两次。我知道，我说赶紧关，我说我因为我看你没反应，我想完了，你我想不要吵醒你，让你多睡一会儿，又关。你又站起来，就好像稍微侧身起来看了一下我，嗯，对吧？嗯，我都知道，我都是在半睡状态。然后我心想，赶紧关，不要吵醒你。你可能六点都有睡入一会儿，然后快六点了，快六点了，然后你就。因为那个时候我梦见什么，我就叫了，就叫一，可能是梦中叫，或者说是现实。我没有听到，那可能是我梦中叫，我就控制了，哎，我就半睡半醒之间嘛，我说哎，不要把你吵醒。我没有听到了，那个已经太困了。嗯。然后隔壁不知道啥在滴水，你有听到吗？没听到哎。我睡眠很大，但是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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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能是隔壁。现在豆扔露馅，露馅不会那么晶莹。
啊，可能哪里滴血的声音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一直哒哒哒，刚才还哒哒哒哒，然后窗户打开就听不到了。闹钟响的时候我还傻的，我说怎么关的，烦死了，我说不要把你吵醒，我等一下半个，我说睡半个钟再醒，半个钟到八点了，我说我看你没反应，我想关了，再睡一会儿，不让你再睡一会儿，结果我是醒了。我知道你来就半睡半哦，然后你那其实我刚才已经你闹钟响了，就是偷看你的手机，然后等一下不了，这又是那个其实是眼睛累。对，我跟你不说话以后我睡了半个钟，你知道什么？怕我起来看抖音，我要怕很亮，我躲在被子里面看静音看字幕，你知道吗？刷了半个钟，刷了半个钟，其实我不看，但我眼睛很累，我说不能再看了啊，我就没有，我今天那副耳机没带过来，如果我戴耳机我就因为有直播，有一个说怎么做抖音商业的直播，我他每天到两三点，然后三四点了，我没有戴耳机，但是因为直播它是没字幕的，我说关了吧。朋友的店今天开业，现在在准备鞭炮，这是老板跟老板娘。好害怕，晚上我们吃完饭就回泉州，这个是醋肉，然后这个是排骨饭，再来看一下这边。
他是拿那个高压锅压的，然后打开就是这样。里面有排骨，有冬菇，有葱，有虾米啊！完了，全是好料，看不到了。里面是排骨、冬菇，然后虾米、葱，非常非常的香。刚才是有烟，好。等一下还有乌鸡汤，来了来了，汤来了，完了。他刚放下去的时候是鸡爪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我也以为是鸡爪哎。来，再来。德化特色乌鸡汤。哇，你家那么多菜，还有吗，老板？有一个青菜，没有，还有一个青菜，还有一个青菜。太多了，太多了。太多了。来，再来看一下这个，非常非常的好吃。好，我开吃了。开吃了，我已经从德化回到泉州了。德化实在是太冷了，泉州还好，暖和一点。好，我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希望大家喜欢，下次再见。